神明教拦住他们，别让他们进去。拦住他们。阿良，我们别和这些人浪费功夫，快点进去取回刻牌。撑住，我去求援。到达目标点，所以我们这次又偷鸡打法又来了。我好老头啊，送伤，搭配着叶明龙，这门开不开都无所谓啊，是不是要开个阵法？要我来了吗？因为他只是到达目标点的，所以这帮不用打。速战速决，趁他们援军未到之前攻进去。攻进去，冲啊！攻进去。法自然，终于轮到我了。不对，打完进去也行啊，你可以杀死他再跳进去，或者直接戳进去就过关了。该死，还是晚了。糟了，他们闯进去了，要是左右二使知道了，我们不就……左右二使这不是有事离开了吗？想点好的，里面都是迷阵，他们进去了也不一定能进得了地下。这样就过了，轻松。可别小瞧我们的本领。我就直接拿头穿过。将军不是早已经知道了，还来问九阴做什么呢？九阴，我不想与你为敌。但将军，你已经做了选择了。为什么还要这么说话呢？九阴，我们离开吧，从这里离开。圣女和主上之间的矛盾，我们为何要去做这牺牲品？嗯，但九阴不想主上再遇见他想找的那个女人啊。若是幽界降落，那他就不会再有其他念想了吧，就会是我们的主上了吧。九阴，这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？主上的过去和我们有什么相干？再见，将军。